出来了，已经出来了，看见没有？来了，出来了吧？来了，大壮，老远就闻到香味了。今天准备啥好吃的？今天煮这个米粉，我们这边的这个很米粉，蛮流行的，很多朋友在外地打工都是这个带晒干的，带一大袋一大袋的。海鲜米粉，本来就炒的，没有那么技术。今天来太早了，水还没退，在坐等退潮，然后我就先煮给他们吃一下，吃饱饱的，等一下有力气干活，偷大坑抓大货，还要等半个小时。开吃喽，加点虾皮。吃饱饱的，人家抓大货啊！来海滨，你注意一下了，天天不是煮米粉就煮面条。不过煮都挺好玩的，我们小时候经常去山上啊，去海边煮这东西吃。就算没有挖到什么东西，就自己带一点面条啊去煮一下，回来吃一下，回来也感觉那种感觉也挺好的。哎，你说吧，哎，怎么样？混水摸鱼，今天第一条啊，先把它抓起来去，要不要是另外一码事，开门大吉哦。挖了，还以为什么鱼，给它扎进去，原来是海胆宝宝。哎，你看，哎，来了，三道鱼漂亮吧？哎，来了，哎呦，点开了，不能挖的呀，放进去。来了吧。我想跑来了，哇，差点给它咬进去，神龙摆尾想跑没门，嘿，手又给它扎进去，底下海胆啊，哇，现在你看小的大的你看都有十几公来了，小的就没有了，来走去那边再找一下，哇哦哦哦，来了，哎哎，我去你了，哎哎，可以吧，还掉，这你看你了，大爪鱼漂亮吧，我去两个打架了，哇哇，你现在摸出来，哦，看他们，哦，我扳手一下，哦，这两个，看，哦，哇，他们，臭了，快炸了大家。还有一条，挖了吧，取了吧，我靠，我把手机给他吃，手机给他吃，哈哈，再抓吧，怎么样？大家伙，哎，哦，看吧，阿弟你干嘛？来了，没有水了，兄弟，哎，这里面你看，哎，不好，好。阿峰，我靠！哇，跟蛇一样，你看，我的，
金汤来煮多个。不，我等你，找我等你。什么多什么多？哎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来了，小李，他把我捡起来了，把我捡到桶里面去。可以啊，这个引力镜，给他直接吊起来呀、啊。这个，哇哈，里面你看。哦嘿，你看那阿哥，你看那鼓啊，你看那，你看一穷啊，穷在那边，你看这里面打花了，你看那，你看那连那个了，哦，黑猫，黑猫，黑猫，你看一穷啊，黑猫，哦，你吧，可以吧，可以，哎，哇，看吧，看吧，看吧。一群把它赶过去，你看，赶鱼啊，赶鱼啊，赶鱼啊，赶到一方那边抓不？别摘了，赶过去，全部把它赶过去，啊，知道吧？一把阿波可以抓一把的，赶鱼了，嗯，大的来，小的不要啊！哇，这石头缝里面你看，都是啊，哇，呵呵哇，底下还有海胆，你手给它扎进去。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别动了，它会向有水的地方跑，怕它因为这种习惯，反正没水了它就待不住了，又它往水的地方跑。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已经出来了，看见没有？来了，来了，出来了吧？出来，出来了，来来来，哎，黑了，来了吧？怎么样？可以了，阿波。剩下小的不要，水把它搞进来，快！来来来，直接把它抄进来。嚯、哦，来了！看鱼货了。今天这个黑包菇啊，黑鲷啊，黑毛鱼啊，还有这个三刀鱼啊，十几公斤搞六啊。今天这个盲鱼，你看，哇，这个盲鱼，这个盲鱼给阿峰炖一下，抽台车已经不用力气了。自己想补就说钱。然后你看，哇，这个八爪鱼，你看，今天这个八爪鱼，哇、哦，你看八爪鱼搞了这么多，哇，是这样的，可以吧？好了，差不多了，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这里了，谢谢你们。拜拜，走喽。